你这回要去多久才回来？我处理完事情马上就回来，所以你在家乖乖的等我，好吗？那你就不怕你不在的时候，万一我跟别人跑了呢？你敢？万一我就敢呢？求你了，你别拿这个事儿开玩笑好吗？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所有的事情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包括大排档，你不用操心，你只管开开心心的去工作。哦，对，还有你，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。 随便花。哇。OK。那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红着眼睛工作。好。走吧。 忘带东西了吧？没错。陆总，维恩那边已经是彻底凉了。如果没有维恩的介入，已经没有任何一家银行愿意给我们提供资金支持了。明天现在的资金缺口这么大，接下来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注入， 恐怕连日常的运营都难以维持了。我倒是觉得吧，被收购不一定是件坏事，至少可以抱上正红这棵大树啊。以后大树底下好乘凉嘛。啊，侯主管，你可太不了解正红集团了。被他们收购的公司，如果不符合他们的评估要求，是会被拆分卖掉的。到时候你。 我还有在座的各位，就等着丢饭碗吧。小郑，你看什么呢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打个招呼。你这墙上挂的都是什么呀？让我看看。哎妈，你就别管了。你来这行干嘛？这又脏又乱又差，怎么不跟小区姐妹去逛逛街，做做 SPA？小郑，你不会有什么事瞒着妈妈吧？ 你这都好几天没回家了，在车行就是看这些东西啊？哎，没事儿，妈你放心，我今天就陪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相信我，我都会处理好的。